小学四年级没读完我就出来了。小学文化五年级，十一岁就来了。我上的十二岁我就没上了。我下来的时候是十四还是十五岁？那时候我那个十三岁还没满的时候，然后就是当时在我们那个村的话，就是说女孩子读书读的比较少，我二年级都没毕业。我上学上到初一，十二岁吧，十二岁的时候就出来。那时候大概是14岁左右吧。我和家一起出来的时候，应该14岁，还没有15岁了。13岁的时候就来工作。我16岁的时候我就出去打工了。你刚出来的时候也是15岁。出去的时候我刚14岁。应该是14、15岁，然后开始出去。我刚出来那时候才有13岁。我最早的16岁是在毕节有个沙场上和他们打沙。6年级的时候是我一些那个朋友啊，他们来了，他们说要不要去外面，我说去外面我也没有什么车费啊，再说我也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他们说没事啊，然后又和他们来了。本来你是去上学的，你也没有那个心情去学，你就想着啊，反正自己将来就是要出去打工赚钱，一想到这点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思上学，又只想来到外面看一下外面世界怎么样。70%-80%吧，村上的年轻人就是一辍学就出去了，就这样。辍学然后就出去，然后过年回来嘛，有的好几年都不回来都有。那时候我们那里人就是比我们大的人出去嘛，出去打工的时候回来就是整那种杀马特的发型啊，就是衣服特别好看，然后就。哎呀，我也想着出去打工啊什么的，所以就小学都没有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家里面也不怎么样了，然后就慢慢的发展，然后我爸他们就出去打工，然后后面我妈，她不是为了挣钱供我们上学嘛，然后那时候我们那里有焦化厂，背砖的，然后我父母，我亲父母，然后。他去背砖，然后从上面摔下来了，然后骨折，然后回家来到家里面，应该有3-4个月吧，躺在床上，然后后面就去世了。然后那时候我姐姐她才读到初二，然后她就说，像我们家这种家庭那么穷，然后，你看爸爸又那么辛苦，然后后面他们就去。我姐就想不读书了，然后就去外面打工嘛。虽然说城市感觉特别乱，但是反正感觉有很多机会给我。对，机会比农村多，总是有新鲜的东西发生嘛。对，我在农村的话，感觉每天过着同样的事情，就是玩着同样的事情。对，除了去水里面摸鱼、放羊、放牛，没啥搞的了。
所以有种特别想逃离农村。这村上的人出去好多吗？就想去找他们吗？在家里面又没什么工作干之类的，那时又小，你干工地又干不了，只能进厂。进广东的话，我都是坐大巴，都是私人家的大巴，然后从我们这边去广东的话都要十来个小时。早上那边都是在那个路边那里找工的。家里面没钱，什么都没有，出门也没有带钱，都是跟哥哥借了200块就出门了。然后到那边，因为小，因为当时13岁，进厂也没人要，厂家也不敢收我，然后只能选择捡垃圾在那个桥下睡觉，没钱住，还没钱吃饭，就一个人嘛。然后慢慢的捡垃圾，捡了两个月，然后找到一家班，然后他说看我还不错了，一家餐饮，然后就叫我去那里上班，给我一点吃的，然后我说不要工资可以，我去那里吃。我下来的时候是14还是15岁，反正当时的话，我记得是18岁的身份证才能进厂，我下来是提前下来的了。我年纪小，不问我人高啊。我去里面，他们看我，他们都说我最少有17岁了呢。当时我是带着一个假的身份证去的，本来身份证上面的那个人跟我也有一点像，然后他们就说年龄跟你人真的一点都不匹配，觉得你人太小了，然后他们就半信半疑的把我收了。我扎了两个小揪揪嘛，但是很小嘛，然后我堂姐说，她说你这个不要这样扎了，你这样扎厂里不要你的，你太小，你身份证也没有。他说你再扎这个，别人就看着你就是特别小的那种。然后就我堂姐就把我改变了一下，然后就进去带我们去面试嘛。那个厂里面那个人事部的说，虽然说是你出来的比较早，但是像你这个年龄出来的就是已经是太小了。他还问我说你们那里是太穷了吗？就这么小就把他赶出来打工了，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我们那个带班的说，如果不要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一帮人都不进这个厂。然后刚好那个时候他那个厂又要缺人，然后就是很赶货的那种情况下嘛，然后他就说那就是说你们人那么多，是不是就为了一个就全部不进了也不值得，那就要嘛，以后他自己做得了就先做着，如果说做不了的话就是让他就是开除的这个意思，然后就当时就要了的。上班打卡，一天就打2次卡，上班一次，下班一次，中午吃饭时间，晚上吃饭时间是不用打卡的。就是当时做的还可以嘛，人家那些组长啊做的我都还可以，就上去说这个还可以，就不用开除了。所以年龄有点小，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检查，就是抓到这些年纪小或者没身份证的，他就要罚款还是咋地，就是说以后有那个检查的就把他塞到那个箱子里面就行了。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月的试用期，那个月是没有工资的，就是包吃包住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那个月没干完，然后或者是你干不好，他们就要不你自己走，要不他们就把你开了，就这样。当时嘛也是那些生活啊什么的也是特别特别的难熬。妈，你能不能挣啊，来里面嘛，就这个借5块，你给我借10块，亲你的这个的借10块5块，晚上鸡蛋炒饭5块钱一盒。哦，那饭火没完，让土根哥再吃一火，一直熬到发工资。发工资，你想不就是操不呀？我就请几个文采到广西的吃到顿饭，然后他们就没完上下班，我们就鸡蛋炒饭一火，喝瓶啤酒嘛睡觉，迎接第二天的基础上班。我进的第一个厂要求还真的没那么大。对，他要的就是不管你年龄大还是小，对，哪怕你未成年也好，就是工作效率高大，比平常人那些，就比方说年龄大也好，比方说20、30岁的都要大。
他管你头发怎么搞。对，那个老板的话就随你便了，他要的就是产品这些东西嘛。人那一天不就是搞三箱，然后我就可以搞六箱，一箱差不多五六百个吧。他们都觉得我干的就是好像有点快哇，然后就让我去搞那个是那种修了可以擦人掉那种布，裹的时候那个边边那些会裹多了，就是会把那个皮磨掉。每天都把我那个手摸，那些指甲都摸不见了，就是，每天都是加班都加到11点左右，然后起床啊都是6点钟开始起，就是7点半开始上班了。我感觉好累，我真坚持不下来。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几次，我就说我不想做了，你们能不能结账给我？他说你才来了两三个月，啊就不结账。然后我就每次走到那个厂，我就不想进去，但是不进去又没钱，就是没有饭吃嘛，还是不结不止了，就走进去了。我刚去的时候去进那个喷漆的吧，那些厂，那喷漆的话，我也是去学那个喷漆的。你进去喷一下，你就喷下来，全部都是油漆，全部油漆那个。有的你喷不习惯，有一些就来喷油，那个油有点，他就会想吐。那个又不行，那个有一些就是喷那个油就有那个会好像是会痒痒，全身就好像是过敏一样，就会全身起那个小包包那个痘啊。有的时候有些厂的话，还有特别特别有那个毒性进去里面，他们环保局的那些人来查的时候就要被封了什么的，就是那些卫生方面那些很不合格，对人体有害。定度的那边是有毒的，流水性这方面流不到的那个毒，基本上都有那个大风扇吸走的。那个鞋底厂里40-50个人，又不是很多，每天除了油漆味就是药水味，环境又差，我就不喜欢那种环境。要上夜班是不是？而且干那个活又细，干不好又要被人骂。上班做五金，做打孔啊嘛，他是计件数啊，6分1个，因为那是钻着嘛，钻孔，有时候直接差点手指都掉了。反正开始是又慢又怕，后面你熟了吗？你又不怕了，你的速度越来越快。没办法，为了生活嘛，有好多还都是找钱断手断脚，这有什么稀奇啊？想开了就好，这种东西。那时候我第一年出去的时候，小老板只有3台机械，就我跟我两个表哥在那里给他操作，他也属于是私人加工的，去大厂里面接货出来的。那又脏又累，而且又没有安全保障，这手这里还被那个机器搞到。什么都不赔了，就连生活费他都不赔你。然后就干了一个月没干活嘛，就在那里睡，扯出来的铁丝给绞到，手这筋都断了，包了一个月嘛。然后反正后来去找老板，老板说你做爱做不做啊，反正你又小，你出去找不到。那时候出去才1000多块钱，1000-1800吧，还算高的。有的人说去劳动局告，劳动局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第一年出去嘛。很单纯的，当时那外面挺乱，我们几个就感觉嘛，外面这么乱，我们几个人太朴素了，怕被别人欺负，搞得搞发型，然后搞得搞纹身，就这样嘛，看起来要凶一点嘛，当然也有好看的成分，也有就是心里面有点害怕那种感觉嘛，然后就搞个发型，感觉自己。就像那种小股号仔嘛，对吧？第一次发工资，跟我两个表哥，他就说我带你去弄个发型，就是这样，染了个颜色嘛，烫了一个红色的，去厂里面上班，那老板都说，哇，你发工资就去搞这些啊？
穿那些绿色的那些裤子啊，吊裆裤那些很低的那种。我之前在广东那边看人家那红叶衫，人家牛刘海比我丢有我这么长了，有的两只脸都看不到了，人家都还在踩车呀，踩那个针一针一针的，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走偏了，是走的直的还是走的弯的。有时候感觉这个头发给了你一个勇气，从形象上中感觉就有一种震慑的东西，感觉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对，而且在大家印象中这就是坏孩子，对，坏孩子感觉就是不会被欺负，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这样。对，有时候会自己也会想，也想成为一个坏孩子，那首先要把他打扮成这样吧。头发把它弄竖起来了，都感觉很有安全感，有安全感，就是这个家族很庞大，感觉一个人被打，然后全家族的人都出来帮忙，就感觉很有安全感。以前我最在乎就是我这个头发，我以前头发可以说就像人在头发在人王头发王那样，每次都吹，我在厂里面上班的时候都吹，老是去烫，一个月我烫一次那个头发，然后烫的大大的，感觉那时候好有面子的样子，就是把自己外表啊打扮得很强硬，就像刺猬一样，人家碰不到我，因为我把自己给封闭起来，这样子才不至于我很脆弱，很容易被人欺负，因为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太孤独了，真的。想多挣点钱，所以自己就加班嘛。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从早上8点加到晚上5点多钟，大概就是一天一夜了。自己一个人在弄的时候，眼泪都是流出来的。挣的那些钱都是用眼泪流出来的。我还要跟我小弟读书，还要我奶奶生病了，还要发钱来，还要打钱来给他们。村里面有什么事，我小弟跟我说没钱，还要得，到处都是用钱，自己都不敢用，自己都是留着给家里面。他是计件的，你做的多，你就工资就高。当时有了这种想法，你肯定要拼命做。今天会给自己设个目标啊，今天要苦大概计件的，我要苦到100-200啊，今天要苦了100-200才下班，这样有些直接放假的还要去加班的。以前在北方嘛，北方的时候可以打吊的，然后第一年学的时候必须要努力一点嘛，因为小学都没毕业，就是去打工了。所以人家让我上我就上，平常上班都10个小时嘛，有的还12个小时，晚上还加班，有的时候通宵。毕竟这么小的一个人，就坐在一个凳子上坐一天，有时候坐下来的时候腿都麻了，然后第二天都不想上班，但是还要努力嘛。那时候出来跟我爸一起工作，那时候经常被我老爸打，那时候特别辛苦嘛，我爸每天那我也知道啊，他也是想节约点钱跟我弟弟们读书。那每顿吃的就是什么，那鸡蛋泡饭，那做那么苦的活，那钢筋胶每天要抬12米的钢筋那么长，啊，每天要加工6吨的钢筋，那时间长了，就感觉是吧，因为特别辛苦，那整个人呢感觉特别疲惫。你看我13岁的人，你看到像18岁的人。在外面太热了，在外面。留着长头发的地方都是没晒到，然后有点白，其他这边啊，全部是黑的，有时候甚至脸上的皮都会脱掉了。做了4个月的钢筋工，还有肩膀这里全部肿了。做钢筋工要把那个钢筋扛到那个楼上去，用人扛的。然后有时候我从上面摔下来的没摔到，没掉下去就被那个钢筋接住了。对，上面也是很危险的，在楼上随便掉下去，在工地上死了好多人。最后面去的时候回来，那工资也没结清。我进了3年垃圾场，他妈的，
十公里。我就说我要走你有什么办法，人家路都不让你走，你走他妈工资给你，工资不给你你怎么办，是不是？我施工做过三次了，一次都不让我走，那个垃圾场太累了。那时候也是八点上班，十点下班，两点上班，然后六点下班嘛。那时候如果忙的话，加班到九点半啊，十点半嘛。电子厂都是这样子的。我到电子厂的时候，每天都是坐着好累啊，就是。但是我做加油厂，没有坐的，都是站着的，站一天好累。一天上十二个钟嘛，有些是两班倒的。然后他不是早上八点钟就上班，上到十二点，然后就下班，一点半就上班，然后上到五点半，下班，六点半又上班，直接加班到十点，就这样。中午是没时间休息的，一吃完饭就干。早上的话，早上八点，然后就一直做到晚上八点有九点有十点。从早上七点到十一点，十二点到下午五点，晚上六点到八点，一天十多个小时啊。反正你休息就没钱。你就算是八点上班嘛，十二点下班嘛，一点半上班嘛，五点半吃饭又下班嘛，然后六点加班嘛，加班时间六点开始嘛。如果说正常情况下的话，就会是九点半或者十点；如果不正常的话，11、12点都有。要么就是说再不正常，通宵也是常有的事儿。2016年的时候吧，我进的那个厂是做什么化妆品的，化妆品那塑料瓶子那个。要把那样弄出来，要必须要把货做完。如果急的话，比如今天昨天晚上你上夜班，上到今天早上八点、十二点要去上班，那种一天只有四个小时休息的时间，忙起来的话。那第一年去做工匠厂这一类的，他妈的从下午五点多开始上班，上到第一天七点半，他妈的到凌晨一两点钟。困了，眼睛都睁不开，有时候上夜班很受不了，因为那个皮带太快了，你手稍微一不注意就会掉了一根手，所以那时候很危险的。那个机器锤，我们一上班就是，哎，想真的实在想打瞌睡，就用那个吃点酸的联盟那些。天没亮，三点钟到两点就起来一直上班，一天到我七八点钟十点钟才下班。我告诉你，站着都会睡着啊！那时候我站着都会睡着啊！我靠，人家拍自己肩膀，喂，兄弟，你没事吧？没事，又抽了这些，再就喝了，再喝买瓶水喝，后来又就干着接着干，要不然就去安静一点的地方找个地方坐起来，都会睡着啊！好，那种是实在是太困了，我靠。那时候我出来打工的时候是2004年，然后加班费是1.8元一个小时，1.8元，现在是十几块。进厂的时候其实挺孤独的，真的很孤独，自己是感觉身边真的没有一个人，因为上班一个人，下班吃饭去睡觉还是一个人。然后有些人一个人坐在那里，感觉好像没亲人，什么都没有，就感觉就只有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里。其实我以前哦，除了会打工，什么都不会。那时候我去看个电视，我都可以看通宵。那时候我可以几个月不出那个厂门口，因为我不需要出去啊，我不需要跟外界人接触啊。我就下班了就回宿舍，该干嘛就干嘛。你说厂门口的话，除了去买一个女孩子用的那个生理期用的卫生巾外，其他都不会出去，就待在厂里面都可以的。那时候怎么用银行卡呀，怎么坐公交车，从哪里坐到哪里我都不会。虽然说我上学也有那么多，但是我就像一个文盲一样，就是人家说什么话我就很容易上当的那一种。就是当时第一次出去也不懂那些地方啊，
那些城市里面当时到处都是一样，那个房子租好了，租好了就下班的时候连房子在哪个位置都找不到。然后就那里过来一个小姐姐啊，她就说兄弟你在这里干嘛？我就说我在找回家的路。真的，她说就是往这条路走，往这条路走。然后我就跟她去了，然后她就说有没有钱啊什么的，然后借她一点，她遇到困难了什么的，然后当时也不懂，然后我就说有倒是有一点，但是你需要多少？他就说一两千就够了，过几天发工资的时候给我，然后我就真的相信了，我就真的拿给他。结果我等了大概四五个月都，他还留了什么电话呀、什么联系方式给我，那些电话都是假的，全部都是打不通的，就上当过一两次了。我在广东，反正。基本上我们村里面去过广东的、上海的什么的都是都是被骗过来，他们都说是被骗过的。那个时候才初期嘛，只想通过头发或者是通过穿着打扮来发泄，然后就想着去把头发弄一下，弄得吸引人，然后让他们感觉很想跟你交朋友，感觉你很独特。就算别人骂自己两句，也有人跟自己说话。就算别人怎么看，无所谓啊。只要他愿意跟自己说话，哪怕是吵一架，至少有个人愿意跟我吵架之类的。我这个人的话，我一般都是去炸街，就是不懂点嘛，就是最亮点嘛。然后看让别人看我的优点，让别人喜欢。我一放假，我都是去找旅游区玩。看哪里旅游区人多的地方最好玩，把头发染成红颜色的，穿进红衣服一道红的，然后去那些人多的地方装一下逼。你出去的话，就是虽然说别人不是那种，就是从心里面这种关注你，但是他的那种关注是异类的那种关注啊，就看得到你那种嘛，所以说就比较。喜欢这种，反正走在哪里你只要能看得到就行。比如说在广场的话，跳广场舞，那些大妈在跳广场舞，我就这样从他们中间走过去，那眼光就看着你嘛，就感觉你是很屌了，很冲的那种，故意往这里站，就喜欢出众，我就来跟你这里站，有时候还去他们那里跳一下，学他们跳一下舞啊，然后就走了。反正这个人从小这个感觉生活的压抑了，然后感觉特别孤单的话，就会有那种想被别人随时的被别人关注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玩这个玩上班的话，我感觉真的也是每个人，我觉得玩上班的有一个感觉，我就是都有一点那种伤感啊。平时生活当中没有一种存在感，但是玩这个就会有人注意到你，就会有人去关心，有一些人他就会用大哥的语气跟你说小妹妹啊，玩这个没前途的，然后就会去关心你啊。有时候玩这个也有种私心，就是说得到一种关心，有一种关爱，因为平时如果你是正常人肯定没有这些，谁会多余的说看着一个正常人也去安慰你啊。就你不正常的样子，别人就会去就大部分人都会去关心你，会说这个人是不是经历了一些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才会变成这样。以前我没进过大厂嘛，就很想进大厂。以前进大厂的时候很麻烦，还要抽血化验啊，还要去考试啊那些。佛山那边特别是体检，那你今天来体检还要体检费，一个人七八十，如果看你有病的话就不会要。还有你的手要检查手，你的手弯的话不要。有纹身的也不要。还有打耳洞的
面试的时候都会拉开这样看，染头发的通通进不了。大家早上好，很好，非常好。从今天起，被错料的30块考核器，被少料的20块，还要你自己送。被少了多少？不管多少箱、多少件，能开摩托车的你自己送，不能开摩托车的你自己去打个车回来送。然后上班的时候就手一直动着，不能停。要走流水线了、啊，流水线的话，你一停你就挨堆积，一停挨堆积，所以手要快这个，但是不用脑力，只有动作快就可以了。就是那种感觉很麻木，很就是很枯燥那种工作。他数给你这么多货，你要把这么多货你做完了，你就比如说你这些货你做完了，你就可以提早走，你早做完早走，晚做完的不是那么一回事。他那个就是说，就是一条拉的人，就是合作嘛，就是说你整，如果说你一个人做的慢，整条了你都要拖累了整条人，整条拉就是这个意思。每天下班都要清卸完，你做得快，在你背后那个工位的他做不赢，那个讨厌你，你做得慢。等一下你做下去他又堆了，他又讨厌，所以说做流水线这个很爱吵架，也很爱打架。刚去里面学那些东西的时候，经常都被骂，经常都搞错，还要把那些货都搞坏了什么的。然后哎呀，当时嘛工资又低，被他们扣了一点也挺心疼的。但是他那个还准时上班，你迟到一分钟就扣50块钱。本来是厂里面帮你打请假了，他偏偏说是旷工，旷一天要扣3天，你工资再高也不够的扣啊！再这样下去，然后再说自己扣一下什么啊保险费啊什么生活费，你根本就说不赢人家。到时候你说你不干你辞工，人家来搞一个说合同还要做3个月才给你辞。感觉到厂很不自由，因为有些时候想请个假生病了都很难请。就说先要跟那个流水线的班长先让他签名，然后到那个主管，然后到经理，请假也要3-4道才批的。我们去请一次假都是要求人家一样。反正在人家厂里面上班始终是要低头的吗？经过最严格那种厂，你去上个厕所都还要经理签字。8:30之前也是一样，不能往车棚跑。刚上班之后哪那么多事啊，都往车棚跑。5点半上班，5:45了往车棚跑了，这样的话啊一律不允许啊。以前我进那个厂真的有时候好多人，我在那个厂好多人都找不到那个经理，都在那个车间那里都忍不住都在那里小便，人家过来都罚款，人家都生气，那些员工都生气。那厕所都有保安守的，你没有那个单的话进不去，根本不可能一直的坚持下去，没法坚持。那也管那里面管得那么严，对不对？每天早上那8:30要去那里点名啊、集合啊这些，然后就一直在那里，自己也没法就说继续，也不想就是那种很受人管的那种，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反正那时候心里就这样想。如果在流水线上或者是厂里面待的时间久了，上班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感觉怪怪的，然后脑袋里面就是积极的响声，然后时间久了不发泄的话，有的想不开的，不发泄的话感觉活着好没意思啊，然后一天就是在流水线上，然后上班的时候吧，
脑袋里面全都是其他声音。只要你下班出来的时候，你的耳朵里面就什么都听不到，直接就是嗡嗡嗡嗡的，这样一直这样响，稍微过了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那个耳朵稍微才能听到一点点。我觉得家里很穷啊，你不做的话回来也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就一直坚持一直坚持，慢慢的我就会忘掉那些觉得很苦啊，我做习惯了就觉得都是一样的，每天就知道上班下班就这样。感觉就是活在一个牢笼里面，就是这样，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唯一的时间就是玩手机的时候，你可以在 QQ 群里面唯一的聊天就是发泄也好，就是感觉到温暖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些 QQ 群，不管是沙马特 QQ 群也好，它能给我带来一些外面的信息，他们哪里有什么好玩的，尽管我没去过，听一下感觉挺美好的，然后进行一个幻想，进入一个幻觉。对，那个时候我特别的压抑，我上网去搜查，像那个时候都有想到会自杀那种感觉，搜查一种叫什么安乐死的药物啊，我都不想活了。那个时候我老妈的话，她别的就不管，就是让你上班挣钱，如果你休息的话，哎呀，那是什么感觉呢？她就会老是拿她跟我比，我天天上班都没什么，我一个月不休息也没什么，哪里需要休假？你挣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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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他说厂里有一个人，他也是那种，搞到一个红颜色的头发有两三种，还穿着那个铆钉的靴子，虽然我跟他们不是很熟，但是我能感觉得到那种性格的气氛，我能感觉得到啊。当时已经浅浅的在我心里萌生了。他们这就是自由的，他们这就是个性的，他们这个可以说在我眼里和我父母是相违背的，他们可以做自己能做想做的事情，他们是自由的。我认为我慢慢到接触到他们之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要发生一些改变，我的人生要我来做主才行，哪怕是错的。我记得人最多的话是你从那个护栏里走到里面去，那个厂子里面你根本挤不进去，你只能顺着边它围栏，你手扶着慢慢的往边上走，因为你根本往里面挤不了啊。我们就在那里转圈啊转圈啊转圈，吓得别的没了。当时我们几个队员的就是拉绳一排，不止几个，起码把溜冰场绕了转了一圈，溜了一圈，然后我们会跑去厕所，那里有个镜子嘛，我们通常都会带个梳子放在裤兜里面，说乱了去弄一下，然后出来再溜，就这样。我跟你说，最让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你在上面蹦迪的时候啊，或者上面溜冰的时候啊，你都已经牛逼，你已经牛不
走了已经，人挤人，你又不走，你脚都跨不动了，你前面就是人了，你蹦极的时候，那些有些人蹦极的时候他不喜欢穿那个衣服嘛，他的衣服全部扒光了，男的，长得又很多肉的那种嘛，你在那蹦，他跟你的那个肩膀是摩擦的，他又跟你的前面就，比如说你是男的，你在我前面蹦极是吧？咱们俩好像接吻了的感觉，你明白吗？不管认不认识，只要是。那个发型是让你拉我不拉你，就是留得很开心那种啊。但是我不会溜冰，但是我会，我穿溜冰鞋，我跟着他们跑。唐夏天是那个溜冰场都是爆满的。2009年的时候，反正一条街就过去都是这种发型啊。反正走在街上，年轻的基本上没有看不到那种小平头那种，基本上都是爆炸头，五颜六色的。我兄弟我们进的流水线个个都是长头，老板也不说。以前的话，七夕的话，杀马特挺多的，最少的话有几百个人吧，四五百、五六百个人。浙江那边现在最多的，我感觉是温州那边是挺多的。温州，像广东、四川那些特别多，那些女孩子啊，什么帅哥啊，全部都是。像汕头这些也挺好玩的，汕头也有一个人民公园和这个石牌公园一样好玩，杀马特也特别多的。我第一次是在，也是在东莞这边，然后是一个人出来的，后面我就认识了一个女孩子，跟她谈了将近一年，刚开始我是一个特别老实的。头发也很短，我这样，那时候头发简直就是像个平头，差不多，还长一点点。后面我就感觉没必要了。人家说，人老实就是被别人欺负。当时我就看见他跟一个男的在一起，把我气的，我直接把手给这里给划了，这里。然后那天晚上我整整一晚就是收了三包烟，一晚上不睡觉。然后后面就跟他分手了，后面我就决定做一个杀马特嘛。不是说只有女孩子才会自残，其实有的男孩子自残的比我们女孩子还要厉害，真的。就是当你心里面的痛超过身体上的痛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就是长久了就没了，它就会慢慢的就没了。第一次来石牌这边公园逛了一下子，然后感觉看到他们那种造型是虽然是有点吓人，那时候赶是赶出来看见他们那种造型是特别吓人，那后来赶没到几个月吧，连自己也变成那种造型，就感觉蛮好玩，喜欢穿就自己喜欢穿的样子，特别自由。把头发搞得蹦蹦的，然后就可以去问那些小女孩要微信啊、QQ 啊，也是光荣的事啊。其实杀马特的那种境界来说，对我来说不是我们喜欢，我们也喜欢，但最重要的是女孩子喜欢，女孩子喜欢什么样子，我就要变成什么样子。在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这种头发，除非是那种特别老实的，特别那种但是那个年代你不搞这种头发的话找不到女朋友啊。如果发型不准的话，那女孩子看了不看一眼的，叫女孩子都不好意思去叫的。没发型的话最好不要去叫，叫她也不理你啊。发型好了她叫她，她也许会有点喜欢你，和你说一下，说几句话，和你交一下朋友认识，还是有机会的。像我之前谈那个女朋友，她叫我去她家提亲啊，那一开口就十几万，那我家那个房子修的时候还没十几万，我说我把我家房子卖了，她还不能娶你。她就，那我就跟她说了，如果我就算我现在去娶你，那我爸妈肯定会去支持我，那他们肯定会去借钱呐，是不是？要我妈之前在那个厂里面，一个月就发保底1500块钱，因为她在那个，她不是说，因为她在那厂里面做了，她说她2000年来那个厂的，现在做18年了，因为刚开始的那几年没买那个社保，
没买那个社保，然后是过了几年，他现在已经买了差不多十年了，他也不想出那个厂，就买了社保以后，然后想就回家啊，以后在家里面养老一点钱。我爸妈现在年纪啊，也40多岁了。那我老爸在工地上苦了十几年，现在全身都是病。那我老妈刚出来社会的时候，被那摩托车脚那给拧断了，现在还上钢板，一直都没有钱去把她取出来。那我老爸老妈又不止我那么一个儿子，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啊，靠自己吧。如果真正喜欢你的人嘛，他不会说要求你拿多少彩礼钱。以前我听我爸爸说，爷爷娶奶奶的时候一斗米，爸爸娶妈妈的时候一斗米，现在娶个女朋友要父母半条命，实话，就经济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出来哪怕我存不到钱，我学到手艺就行，第一个就是我的小目标，我每个月工资都花完就行，只要我能娶一个正儿八经的女朋友，她很爱我，不需要她很漂亮很苗条，她的心在我这里，她喜欢我，我爱她，她也爱我，而且是不离不弃的，生死与共的一个，可以这样夸她的爱情。但是很难很难找到这段爱情了，真的玩杀马特那几年是那两段爱情，到现在我还单身，我找不到我想要的那种爱情。在厂里的打工的打厂妹都看不起本厂的打工仔，因为他觉得这个男孩子没出息，你是男孩子。东莞女孩子最多的地方也就是这石牌，汕头女孩子最多也就是那个澄海，深圳我也知道地方，我们老乡也特别多，杀马特也特别多，在那个龙岗浪贝工业区那里，我去过那里一个月，然后我又回来，现在娶老婆都不容易的，现在在我们老家。所以这几年都是东奔西跑啊，没钱也照样跑啊，为了女孩子，为了追求女孩子，没一分钱也都要不要放弃。有一次就是碰到那个星期天晚上，因为当时玩的太疯狂了，也分不清这个星期几了。就当时有一天我记得就是应该我没记错，应该是星期天晚上，我也记不清了。反正那天就是人特别的多，但是我们买票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有几个女的，那头发好高啊，然后一走进了油瓶厂，人家好多男的尖叫，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老板都直接说免单了。这个我说干嘛，我们要买票，这些人要免单呢，我们不也是女的吗？你要免的你就全部把你的免单，说因为哪一天把你头发搞得跟这些一样，我也给你们两个免单。感觉那时候的发型哦，还是有一种艺术感嘛，就不会觉得哎呦你像个稀有动物一样，都不会觉得，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感觉哇这头发还可以，哎那吹的也不错，就感觉很好看嘛，怎么看就感觉，再看一下自己怎么头发塌塌的就不好看了，就感觉就去溜冰场的话哦，就一定要去洗头吹头发吹造型才会去。比如说女孩子留个很长的头发，她想做一个非主流，就是很蓬松然后直直下来那种啊，我们做法就这样子，就是首先你要把头发给立起来，然后用梳子拼命的打拼命的打，打毛了以后开始喷发胶，然后轰一下，然后再打再轰再打再轰，然后顶上的头发用夹板齐齐的直直的往下拉，拉下来以后作为一个形状包下来，然后前面的刘海肯定是必须要贴贴的往下压，也就形成一个爱心，作为一个爱心的造型下来，所以说两边是鼓的，里面是抛的，用梳子打过的。然后的话就是你要想做一个就是像他们说的刺猬头这样一根一根的往上出是吧，头发特别长的那种的话，你只能往里面掺铁丝或者是掺那个就是筷子，放到里面一根筷子去这样撑着，然后头发绕着上去，然后接着打，然后一边打一边喷发胶一边轰。当时做那样的一个发型的话基本上要两个人，我负责绕他负责打，然后的话他还拿着吹风机轰，一边打一边轰，然后再慢慢的上去，然后一根一根的最外面那一层的话直接往里面靠，最狠的是这样压下去砰它会弹起来的。很多爱玩杀马特的人对发型是特别讲究，发根发卷发尾，然后
那个角度有多飘多高多偏，反正把那老板折磨的是生不如死，天天研究天天研究。我听说过其他镇上也有吹杀马特，但是他们都觉得那爱玩杀马特的人都觉得达不到他们想要的高度层次，纹理特别精致。2014年、2015年、2013年的时候，他们每个五一过大节我都会去帮忙，人特别多，我可以一分钟洗一个头，或者58秒、57秒，很多客人在旁边看时间。比如说那店里在吹发型，里边有20-30号，外边有40-50号，哦，很多人想来剪头发，一看我的天哪，好多人，就是那种程度，就是那么火。那个时候喜欢到那个杀马特，喜欢到什么程度？喜欢到吹一个发型管3天，睡觉的时候买那种枕头，要么就是这个拳头这样子靠着，第二天起来完全从前面侧面看出来没变。有去溜冰的时候就是已经搞了，然后这个时候既然有人主动来拉我们溜冰了，说美女要不要拉一下，拉就拉，就这样就是长得男的嘛哈，第一次就这样被男的拉了牵来溜冰了，就觉得有点成就感了，是不是自己也是长得好看点嘛，就是后面就死命的一直搞这个头发，就是说以为这个头发能改变一个人，就是死命的改，就是三天两头就换那个颜色，基本的颜色都染过了，就是正常一点的，就说搞了黄色之后，后面接着来一个就是当时的就葡萄色嘛哈。溜冰场不是通常有这种情况吗？就是中间就是蹦迪的，也可以喝酒，有台可以喝酒，外面就是外面那一圈就是溜冰的，然后我们几个的怎么说，我们本来就是弄发型去嘚瑟引起别人关注的，然后我就弄的像那个扇子似的，然后这边就这样斜下来了，我那几个老乡就分别跟我染不同，也是红色、蓝色、还有白色、还有绿色，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是弄着不一样造型，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溜冰场嘛。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星期天吧，人特别多，然后我们几个就在那里站成一排，五颜六色的头发加上发型特别爆的那种，看起来都是特别好看的那种。跟他们玩的时候确实很疯，就是玩的太疯了，天天晚上在厂里上班，天天晚上不加班，主管叫加也不加，去溜完冰了就去舞池里面喝酒，喝醉了就回去，有很多朋友可以谈心啊，这些可以忘掉一切，就是朋友难过我们一起陪难过，就是这样。第二天起来照样上班，就是这样。平时去游泳都是搞了头发的，自从会搞头发之后去游泳基本都是搞了头发的。然后有一天我说我搞头发，那么多人来拉我游泳，那我没搞头发去游泳的时候还有没有人来拉我呢？我心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别人是认识我这个头发呢还是认识我这个人呢？但有一天我跟我堂姐没搞头发去游泳，就是没有人来拉我们，而且认识我们的人已经不认识我们了。因为我搞杀马特或者是非主流还有他也搞三万特，我觉得我们两个追求的性格个性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聊天各方面可以聊出一个人有一段历史，然后两个人互相聊着聊着对这个发型对追求都觉得有自己的共同目标，然后才有共同的语言去聊天各方面，是吧？如果说你叫我们玩三万特的跟一个平头的在聊，无法是沟通的，他觉得你这个发型不怎么样，我都不想理你。我觉得他剃个平头，我说实话，你长得那么丑，我还懒得搭理你。杀马特是因为我们的发型都一样的，对，我们相当于同类一样，感觉很齐心协力，很同心的感觉。每个礼拜都巴不得快点又到星期天了，每天都想着玩了玩又玩都玩不够。最好是人越多越好。就是一个家族去一起去呀，去玩了就这样，很少就是一起，都是来一半，有一半都是在加班啊或者干嘛干嘛的。你选择这些玩这些发型啊，以及你
你要经常请假去玩游戏啊，或者怎么样，想去获得这些快乐，那么你就可能没有这个钱。因为自由和钱，金钱两样东西，肯定对工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工人来说的话，只能选择一个，并不能两个都选择的。我们那个时候休息的很少，一个月就是两天。一个月也要看他那个，就是人家订的东西多了嘛，那么就没得休息。也就是星期天休息半天不加班，又还不是干起下午五点。一个月反正算起来一天都没休息。发工资一个月只是星期六不晚上不加班，不然其他都上班，所以我们不想再，还有晚上加班加到10点半到11点，太晚了。那你下班还冲一下凉，人家都关门了，你都去玩不成啊。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敢，或者说就是星期天不加班嘛，有的时候的话基本大部分都是加班的，就是一个月就基本都上满了。一个月工资才多少嘛，800-900块钱，我就不想干了。当时我跟我堂姐说，我说咱们这么年轻是不是，因为我堂姐在那个厂干了很多年了，她说干了2-3年她一直没有离开过那个厂。我说你这个太可惜，你这么年轻一直在这个厂里干着，干了几年了，浪费了几年的青春，你还不如出去耍。那时候我们两个结了多少，2个多月，他的工资要比较多些，他结了1800多，我结了1200多块钱嘛，然后就有钱了。我跟你说嘛，广东那边100块钱你可以买一整套的衣服，从鞋子到脚上你都可以搞一遍了。哎，然后就开始去买衣服了呀，就冲着那个理发店那个老板说了一句，杀马特都是穿吊带的，就要去商场去买了，就是专门买那个吊带衣来穿。我原来是这个样子，就慢慢的偏向了，好像就偏向了正常人的那个轨道一样啊，就穿的衣服特别暴露啊。你知道那种网嘛，就是像那个渔网的那种丝袜子啊，那很热嘛，很热。可是你其实明明可以不穿那个网的，但是别人就说杀马特穿那个要更像，更接近点嘛，就开始那个了，就开始说那行吧，就买了，就买了穿了，就是穿渔网。然后穿很短的牛仔裤，然后穿那种很暴露的那种衣服噻哈。玩杀马特的时候，我拍视频，我自己都认不了我自己了，因为我感觉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性格有变，感觉我全身都不一样了，自己会颤抖，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的。总之是对我而说最适合我了，因为我是个闷骚型的人嘛，玩这个的话没人管我，对于一个圈子少的人，身边只有个把朋友，玩起来还是挺好的，感觉自己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他就肯定会很满足嘛。他会发现通过这种改造自己的身体就能获得这种存在感啊，其实在他心中可能还有优越感。每个人对快乐的理解都不一样嘛，那一刻他很快乐，他觉得自己强大了，而且他获得了他想要的东西。那时候他已经跟其他的工人不一样了，对啊，有区别的啦。那时候他不会低下头去做这种就是忙忙碌碌的，就是整天跟机器一样去做这种事情，他会寻找他有意义的事情。以前我堂姐上班的话，他最起码一个月往家里寄几百块钱，但是他跟我在一起就从来没寄过钱了，他妈要找我妈扯皮了。我老妈妈那时候就到月底的时候，他就说要发工资了，钱不要乱花，要寄回来。我说哦，反正一到月底的话，这个电话肯定是会来的。好多人寄钱回去了，你挣不到没办法啊，是不是？我在家里面想出来挣钱，那来到这边就去哪里都好，上班就来这边，跟那城阳那边就不想上班了。
这人认识的多，不想上吗？要去哪里有？有伴、啊。这边工资很低的，一般十一、十二块吧。去其他地方的话，13块啊，临时工。去年我去东坑那个什么富港富东那个集团才到，20块切一个小时哦，做临时的，厂里面只招了。好多人去抢着排队哦，打架，我去那里最起码一天排1000多个，排有的排早上到晚上都排不到他，就是人家过来人家去插队，一插队我等这么久肯定我不爽啊。我去的时候看到人家好多都是30多20多老的打起来了，那里打的临时工老板那些拉的，去那里还要体检。我跑去那里玩，这里玩，最后还是回来石牌玩，反正感觉就是离不开石牌。其实广东石牌工资的确也不高，每个月就是2000到3000左右，但是那里是溜冰场好玩，溜冰场里面还有一个慢摇吧，然后里面好玩，大部分年轻女孩子男孩子都喜欢去玩嘛。溜冰场我倒是没去过，石牌公园倒是经常去，因为当时那些石牌公园里面，就是说那些杀马特那些特别特别多，然后我现在虽然没在那个广东，如果今年过完年还有机会的话，我还会继续去那里，因为毕竟那里有太多的回忆了。也没想过自己要努力挣钱啊，买车买房，当然这种梦想吧谁都有，但自己也知道啊，自己出去打了，自己打工了，自己也知道这种很难实现的，对不对？然后随之而来也就放弃了，因为自己知道啊，这根本不可能啊，难实现。然后我选择了放肆，选择了自由。然后大人，你说他心里面没什么想法，那不可能的。像我们这种人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钱是能算得到的，一年，比方说给你4万，2年8万，算，那要打工10年、20年，才能获得这套房。这辆车，对呀，这东西比方说动不动就多少钱吗，动不动就多少百万，哎，这些东西想都没有去想过，甚至不敢去想，这些东西跟你没有关系，关键是对你在这里也消费不起，甚至待在这里都感觉是吧，待在这里的话都感觉有一种感觉是活不长的人，会有一种感觉。对，比方说我现在月入2-3万或者1万以上，我在这地方压力还没那么大。你说几千块钱你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嘛？有什么好看的？是吧？看一下那个楼，哦，好高哦，怎么样？所以我都很少这样抬头去看一栋楼的。那段时间就一直留，因为身上也有点钱，然后就是溜冰也要不了多少钱，就从然后一大早眼睛一睁开就往那个溜冰场那里跑的。当时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我的心里感觉就是这样，好像就感觉这个溜冰场没有我在里面溜就不完美的感觉，就是好像要缺点啥的感觉，你必须要每天都去，再看到那个再到那个地方去你又想溜，你控制不住啊，你看到别人溜你的脚都在动。当时那里面，总而言之就感觉好像很多很多很多都跟我们是一样的，留的那种长头发，然后感觉好像自己就适合在这环境里面生存那种。然后唯一不解的一点就是感觉好像大家吧好像都没有工作，反正那时候大家出去玩都玩挺开心的，唯一一点就是你身上也没钱我身上也没钱，那时候然后就不去溜冰场就去公园里面玩，就这样。然后去公园里面，就在公园里面啊，然后三五成群的，然后坐着就聊天聊天这种。就比如说你跟我俩都留了类似的头发，对吧？然后我就要告诉你啊，你这头发应该换一下，应该怎么剪啊，然后应该留什么颜色这样好看，就这种话题。然后
也不是说没人谈理想，有理想大家都不谈，因为你那时候都知道自己都没有上班，都实现不了，你还去谈他干嘛？那谈出来肯定成笑话，对不对？然后也就没想过要去谈。玩着玩着，在外面的话也就是瞎逛，瞎逛感觉也没啥玩的，然后各自回家，各自回家了以后呢，然后又在那个什么 QQ 上玩嘛。然后之前的话不怎么耍那个 QQ 嘛，但是我堂姐的话她以前就很喜欢耍那个 QQ， 她就把那个照片传到那个 QQ 空间里面去了噻。QQ 都有七八个，当时都是有两三个 QQ， 反正都是爆满了，人都是加满了的。好多人都说，哎呀，这说萨马特萨马特怎么说，你们在哪里啊，我们来找你们耍呀，这个样子。到处的人都找我们耍的哈，到处的人都找我们耍，就是说在哪里的都有横利的呀，三江的呀。当时我们影响了好多人，知道吗？就我跟我堂姐影响了好多厂里面的那种小妹子，本来人家是在厂里面好好上班的哈，以前不会跳舞的跳舞舞技长了，牛逼了，烟抽了，酒会喝了，以前啥都不会的，样样都会了，而且以前都是就是啪西啪西，就是啪西啪西的那种啊，跳舞站到最显眼的地方去跳了，我跟你说嘛，拽了不得了哦。玩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些人就不一样了，已经就彻底的影响了人生的那个人生的价值观，没去上班了。第二天正常之后就去递辞呈了，说不干了，要去玩萨马特漂泊。后面那些就是很多人，就广西的也有啊，云南的呀，贵州的呀，就是很多不同的地方都为了玩这个头发呀，就跟我们聚集到一起。但是你玩的牛逼了，家族就会来收编你了呀，就说叫你加入他们的家族啥啥的。后面有很多人，这个什么萨马特创始人内妖啊，什么安子轩呐、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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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啊，什么残血啥啥啥的，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有。哎，在里面玩的人很多，那一家族啊，每个家族都有人，有几百个，有些有四五百个人在一个家族。玩杀马特的时候，那时候不存在着拜把子那种说，只不过就是说，通过那个认识好多男孩女孩。就从杀马特到现在这几年，我认识的美女帅哥，我的就是我的第一个 QQ， 大 QQ 18494585，那里面的玩杀马特的女孩子、男孩子，我现在手里都有五六百个。QQ 群的话又不止，有的甚至是一千多个、两千多个的，都是正规的话，普通人就进不了的，除非有人邀你进去，确定你是真正的杀马特什么之类的，才可以进去的。QQ群的话，我们自己的话是有先进审客群，再进总群，可能以发型和服装为标准，来认可你这个人。就陆陆续续的进嘛，我比较认可的话就一万来人，对，从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到一万来人，而且这个在短短只是一年的时间而已，就2008年左右吧。当时我记得我们在昆明的时候，两个家族打架干仗了嘛，大家的第一点不准弄人家的头发，怎么打都行，但是不能去碰人家的头发，这个是必须的。当时我记得我自己加入过很多的家族，感觉你每次上线都会有很多人跟你打招呼。里面之前有一个叫冷少，还有一个叫雪儿宝宝的，我们几个聊得特别好，基本上是那种无话不谈的。他们会跟你交流一下，就是新的发型啊、颜色啊，然后的话什么样的装饰品更适合，我们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基本上在现实里面很多事情你说不出去，但是在网络上的话可以畅所欲言的，有些时候你去网吧里面包个通宵，说不定那一整个通宵都在聊天。你出去外面有在 QQ 群里面有群是吧，那些人你找不到工作随时都可以去，谁谁谁这里都可以去，有那种亲情感，就像你跟你自己的亲堂兄弟姐妹啊、亲妹妹啊这些。我玩的那种感觉就是把他们当成哥哥姐姐妹妹这种嘛，包括我现在跟我那个亲哥的感情都不是很好，都没有我外面玩的这些原来玩的这些朋友感情好吗？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在家里面找不到东西，能在他们身上找得到你想要的。像前年我们在福建的时候啊，就是朋友多啊，朋友也讲一起啊，比如说老板得罪一个了，不上班的话就一起不上班了。比如说一个有钱全部都没钱，他也会请我们去吃饭啊什么什么。反正只要是杀马特，我们不管残血障碍，或者是别的，但是只要你是杀马特非主流，都是有一个家的感觉。因为大家可能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是一种人，别人都会觉得我们大家不正常，但是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就是是一个家。只要是玩杀马特，都是我们的家人。如果你要说是要把杀马特给我做一个定位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我的一个信仰，就像一个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是一个信仰，它支持着我。有些时候你说吧，你要说是为了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只要能把我的头型留下来，说实在的，你让我去搬泔水桶我也愿意。但是如果说是你要给我再高的工资，再高的待遇，你让我把头发剪了，不可能的。我觉得我在这厂里面打十年工，我也是普工，我甚至没有上升的机会，一样的。对，我在玩杀马特的话，我有上升的机会。首先我们已经活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了，对，所谓的避风港世外桃源了啊。在这里面的话，我有这个身份的话，我很容易获得。对，比方说杀马特贵族这称号我能获得，这个身份我能获得。对，虽然是虚幻的，但虚幻的我在里面我是很开心。在工厂里面的话，我剪得跟你一样的发型，只会默默无闻的在一条流水线里面工作。对呀，在里面的话，就你刚才说的是更高的工资，这也是不可能的东西。为什么？比方说我本身的学历，是吧？教育，我的教育就这个水平，他给不了我。就说难听点吧，就给你这个职位做，你也做不了。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工厂也好，在什么地方上班也好，没有上升的机会。这些机会可能只会留给大学生，或者一些研究生啊也好什么之类的，对，并不会说留给你们这种从农村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如干脆选择另外一个渠道。对，虽然说这个东西虚幻的，但我觉得这快乐的东西，快乐人就快乐的话，我觉得是一样的。那时候的话就说是找女朋友，那时候我就是在网上跟人家网聊嘛，对不对？那时候就用个视频啊，这样子去聊，然后聊着我，然后那女的离我也不远，然后她就过来找我，她也是留着那种特别夸张的发型，就然后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就找到同类的那种啊，就跟自己也走得到一起，对不对？后面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然后不还得是因为没钱嘛，对不对？你不还得上班吗？那你上班你不得剪头发？你剪了头发以后，那女孩子留长发去厂里面上班，那很正常啊。那男孩子留长发进不去啊，那你剪了头发以后，人家就啊，你这人不帅了。那就是因为你剪了头发，他就离开你了，就这种。我干脆我不剪，我也不进厂。女孩子都是喜欢耍帅的男孩子，真的。如果你太老实了，女孩子都不喜欢你。反正饿肚子一起饿，反正有水就是一起喝，一块钱都去买一瓶水都是两个一起喝。有时候连去网吧的钱都没有，只能去坐公园那里，不然就去坐江边，还拿个手机，还是烂烂的那种手机，还开个歌，还杂音的坐那里听歌一个晚上。真的，那感觉，不过那种感觉的话，现在找也找不回来了。那个那种玩法，真的会饿死人！我操！我在那个中山那边玩，一个方便面，我吃了两天，吃不完了就放在冰箱里面冰冰了，然后明天就吃。我操！那吃了一点汤都不剩。当时真的是没钱，身无分文了，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饿得要死，你知道吗？广州那边已经凶疯了，饿得要死，溜冰场也去不了，连三块钱都没有了，就是直接喝那个自来水。一个小男孩
当时我们是不认识的，他说我们坐那个坐在下面那个地方，在那里压马路，就在那里耍，在马路边边坐在那里说，他说，哇，他说姐姐你这个头发好帅呀，他说，我说是吗？他说是啊，他说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买两个馒头给我吃？他说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他说，我说我没开玩笑，我太饿了。他说我以前都以为为什么杀马特那么狗那么瘦啊，原来你们杀马特只爱吃馒头啊。我说是，我说你能不能多买几个？他说可以，你们要几个？他说，我说可以，我说你去买十个嘛，就是十个馒头，我们一人分五个，我跟我堂姐一人五个，吃了一个星期，我跟你说确实没钱了，但是你就是不想上班了，再说你去应聘了，你的头发别人也不要你啊，别人说你经常可以把这个头发先弄了来，但是我又不想弄，把我那头发弄成正常的。你要去哪个厂，你可以弄着顶着个大瞎子进厂，老板别说老板不屌死你啊，保安都不让你进门，是不是？一般的厂外面都有保安的，你直接问他，你们这里还要什么？他说不要，别人就是很异样的眼光，就看到你的头发，看到你的穿着，别人直接说不要。那你那些招工啊，你不要？他说要也不招你们这种耍的人。他说就你去几个厂都是这样。他有一个厂比较最好说话的一个保安，就是说，要人是没错的，但是你们首先把这个头发染黑色，然后成正常的人再来面试好吗？他是这样说的。我说我哪里不正常了？他说，你们这个样子上去，等一下上面那些厂里面那些老太太心脏病都要出来，明白吗？然后当时没钱嘛，你自己头发又不想弄成正常，又想玩杀马特，可是你包包你又没钱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他说再坚持坚持哈，再坚持坚持，再坚持玩几天，坚持玩几天就玩几天。你知道那个广州那里卖干燥的吧？我看到别人那个买干燥的，人家一般干燥那个有这么大一截，别人是不要的，别人砍到下面。我看我弹琴一直盯着那姐干燥，我说你想干嘛？他说我真想把它剪来啃啊。他说，我说不要去啊，太丢你了。我弹琴说我真的受不了了。他说我真的受不了。他说我真的受不了。我说反正我死都不会去的，你去吧。他就慢慢的挪到那里，因为他头发特别夸张嘛，那个卖干燥的以为他要干嘛。他说你要干嘛？他说买干燥吗？我才说不要。他捡到那个就马上就跑，那个一直在那里笑，我看到后面别人都说哇，你看那个是乞丐吗还是什么的？可是他看他头发也不像个染的颜色那么多，也不像没钱的人。但是那干燥娘都被我们啃完了，真的很饿呀，他是饿的要死啊，真的。我又跑去那个之前我应聘的那个最好说话的那个保安那里嘛，我说我这个头发我就上个黑色，就是不把它弄直，我就上个黑色，我来进这个厂要我吗？他说要，你去弄吧。我就回去叫我堂姐，我说那个厂可以，厂里面还有饭吃不是哈？还有饭吃哈，还可以，你即使你请假旷工，你还是可以去吃饭的，是不是？那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那厂里面的饭已经好久没见到饭了，你知道吗？我发现社会不一样了，他们觉得我头发太长，觉得我年纪太小，亦或者是觉得我感觉看我外表觉得我这个人不踏实吧，所以换了很多工作。这期间的话，做过服务员，做过传菜员，然后的话弄过洗衣店，搬家洗过车，做过网吧，做过网管。最困难的时候身上只有20块钱，不敢乱花也不敢乱用。当时住在昆明的一个城中村的小房子里边，特别灰暗，24小时都需要开的那种黑的。哎，然后就觉得说是生活没意思。
我的记忆停留在了2013年那时候，那时候呢，玩的人还是有，但是也不会说有异样的眼光看你啊，是不是现在假发出来了？师傅，那时候没有假发，全部是真头发，是假发出来了吗？然后是就什么，人家就会有什么啊，家养杀马特啊，或者是什么野生杀马特那些就冒出来了，就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就这样有这种说法。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一下子就感觉变得没有了，好像他们全部消失一样。那时候打压杀马特、打压藏族家族人越来越多，那2013年是特别多，真的。莫名其妙的有人加，就是进到群里面来，就发一些信息哦，你们这些玩非主流的啊，我限你们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不然怎么怎么样，就开始威胁我们了吧。还有什么黑界家族，黑界那个都是喜欢攻击我们这些萨马特，他们就是下载一个破软件，自动骂人那个机器人，一逮到你就直接点你刷，他自己刷吗？有控制0.1秒、0.01秒的吗？速度的问题吗？有的手机不好的吗？你要卡机，弄得你发热，手机。并不是说一个 QQ 群发生的问题，其实很多 QQ 群都有这么个问题。那比方说有些贴吧，他把那个吧占领了，你们杀马特发帖三，再发两张帖，老子把你给封了，你就不能发帖了。遇到这样是特别多，特别是我当时玩的最嗨的时候嘛，空间里面将近有200多张自拍照，然后的话很多人就在底下，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开始评论，就跟我讲怎么怎么的啊，你看你这造型啊什么。就开始各种侮辱了嘛，所以说为什么我现在空间里面很多以前的照片都没有，大部分就是那样子，你不删不行啊。有些时候我觉得了嘛，就是这些网络上的暴力要比现实中的暴力更让人心寒。以前我们玩这个的时候只不过是在网上为了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干净的地方，不需要你认可，不需要你赞同，但是你留给我就可以了。今天最后的这一块净土都被人家给践踏了，所以说该删的你必须得删嘛。我记得最后他们发展到什么地步，他除了在群里面他会打过来电话，然后的话就是你去开个房间，你去炫舞嘛，玩游戏嘛，他会跑到里面来，然后的话就是他刚开始装得很像，他问你什么家族的，哪个家族的，玩了多久，你的颜色是什么，他都是这样问，问了以后你告诉他以后，他就开始骂了，他就开始侮辱了啊，滚出啊，怎么怎么的，就开始骂了。他就可以说站在你房间里面，进去进来进去进来，换号无限制的过来开始骂你。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连游戏都不玩的原因了。但是我到溜冰场很多人都不会说，溜冰场里面的人不会说，在路边那些经过的那些人都会说，怎么很丑啊，你这个头发啊什么，他经过去就说了。很多人都会感觉他们不爽，会趁着杀马特落单的时候会打他们，就是说他们都分开了，没有那么多人说，那些厂里的男孩子泡不到妞的人很不爽，戴着口罩提着棍子就乒乓无处从，后边阴两个棍子就跑，很正常。2012年6月份，我们跟往常一样跑到那个金马壁球房去溜冰，然后的话去树林街吃烧烤。当时我记得特别真，我们有6个人吧，都是杀马特，然后隔壁桌的话有2桌人，莫名其妙的就开始过来，就是摔东西砸凳子了，就开始对我们下手了嘛，就开始跟我们打起来了嘛。然后当时特别狠的时候，像是我一个同伴被2个人按着用打火机把头发给漂了。那些治安看见我们这些就是长发一十几二十个人一起走的，他就会拉你走，拿去派出所，你们那个暂住证就是被拉走的，在那边不管你有身份证他都没用。灭绝了，没有了，整个广东省，广东省就是什么番禺啊、什么花都啊这些鬼地方啊都没有。
全部灭绝了。现在我刚才就说了，现在就只有东莞石牌，还有那个清溪山庄，还有那个汕头灯海那边是最多的，选这三个地方，其他地方全部灭绝了，再只有少数的在南京啊，或者是在浙江啊，这些地方吧。然后第一次剪长发那一分钟，心里面特别苦，感觉好像把自己的自尊丢了一样，没人认识我。自己曾经那么痴迷或者喜爱过嘛，就还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说，那种感觉就说不出来，很痛苦，你知道吗？很痛苦，头发特别痛苦，尤其那个剪的头发它已经融入我身体的一部分了，在我身上待了很久了嘛，然后突然间拆下来就变成个短发啦，就跟之前很不符合了，那个形象大跌眼镜了，你知道吗？以前是这么夸张的一个人，然后一下子就变成了小普通的一个人，你想看这个嘛，就好比一个明星变成了一个过气明星的那种过程，就是跟那种是一模一样的心情了。其实我一直心里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呢，如果下次我结婚，我肯定办一个杀马特的婚礼呢。是啊，两套婚纱照，不是两，就是有必须要有一个杀马特的造型，小女孩的样子。这种回忆很多年，珍藏起来。怎么说呢？在他们眼里，看我们这个头发的，就是不是什么好人，他们可能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就这样。他们也经常说我像个傻逼一样，后面嘛，你爱看不看，反正我只要看着安逸就行了。我情愿钱少一点，我也想把自己的个性这一套啊给宣传下去，然后让别人知道你自己跟别人与众不同，你有你的优点，你有你的方式方法的生活，而不是说你厂里面怎么说我们玩杀马特就该怎么去做，不可能的。现在不是很多那个杀马特都想搞那种一致性颜色吗？因为那上班的时候就把头发就搞正常点，然后玩的时候就再吹一下，是吧？现在这种发型说白就是杀马特的压缩版，再小一点，再小一点，再改变一下策略，让人家接受。杀马特都很高调，都很有气质了，那时都勇气，那时都很有自信的，而不得像现在这些杀马特都觉得特别低落。受不了人家异样的眼光，人家那个看了一下，这个看了一下，觉得很不好，很不好意思，很害羞的样子，是吧？觉得看自己像个怪物一样，感觉心里特别别扭，就这样，这就这种的。但是我昨天跟那个，我说你戴个口罩，戴个眼镜，谁认识你啊？你就往那拍照，你就往那搞，谁认识你啊？你就往那拍。如果你实在找不到那些敢收我们非主流的那些工厂的话，如果可以进小一点的那些厂也行，或者是别的做什么的也行，反正不偷不抢就行了。也就刻意的就不想剪，反正总而言之就一句话，坚持。没准这一家厂不要我，下一家厂我可以进去，然后就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然后前前后后也进了那么多，然后也都碰壁之后呢，然后自己也没想过进，然后就找那种就是劳务派遣那种中介性的，然后再进，然后那种钱是很难拿到的。陈伟军、莫卫猛、钟金虎、杨小霞，本来有的厂给中介老板15-16块，人家都吃3块，才给你12块。有的给10块，有的给13块，一般临时工老板以前都是这样，第一个礼拜他都是求你
过了一个礼拜是你求他了，然后临时工老板那时候不是没钱吗，临时工老板说进来一个礼拜可以借200，做了两个多月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广东湛江的，然后她来找我嘛，我说我做赚到钱了你来找我带你回家我们两个去结婚，然后她说嗯，然后有一天那临时工老板他没来，那个礼拜他没来，我们全部都罢工，临时工一个厂全部都罢工，然后那老板就过来带着4车人过来，直接是混外面混的，他就问我那几个朋友，他说你们是不是很屌啊，直接一个眼神过来指着他们几个说没有，你不借钱给我们连个生活费都没有，早餐都吃不起，夜宵吃不起，烟都吃不起，你叫我们怎么工作。他就叫那些人直接去拿那个大车那个锁直接往我朋友头上砸了，直接倒在地上，警察都来了，他说我朋友准备死了，失血过多啊，直接拿去医院，我还有个兄弟过去陪他一起过去呢，我们去警察局录口供，那时候那个老板都吓唬我，他说他来我耳边跟我说你不要说我出去，说我出去嘛，等我出来了我要弄死你，那时候我又我说我不说，那时候我女朋友要来我不想走，说我不说就不说，然后我们去录口供，警察问我，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出来了，那老板也被赔钱，他们有关系，他叫他老大来呢，只赔了500他都没给呢，他很聪明，那老板他说那我先给你200吧，然后等到结工资了我再发工资，我再给你发在你工资上，后来就结工资了嘛，谁知道啊，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叫了一帮人围着我们，然后那兄弟都说过去的给你多少人拿多少不要说，等一下他们弄你们，然后我说然后我们过去，他那老板叫好多人，那些人都说哎，就这几个屌毛打你们呢，要叫人嘛收拾他们，替你收拾他们一下，那个老板还装逼，那老板说哎，老板怎么可能打一工呢，然后他拿了本子来记算工资，就在大马路边算，然后还算什么保护费还有跑车路费嘛，他不是跑过来借钱的嘛，路费反正东给你弄西给你弄，反正我算起来了我工资都有8000多的，然后借支了1000嘛，应该也有7000了，然后我让我女朋友开房在那里等我，然后我说我来接工资就去接他回家嘛，然后我也那天我很开心，我跟我哥我妈都打电话，我说我接工资我要带我女朋友回家结婚，他们说可以，然后那天接真的好失望啊，我朋友接了最多400，那老板真的是黑啊，才给我接29块钱，你以为，那时候回去我女朋友那里我都哭了，哎，现在那个女的应该都结婚了。电子厂也借过，五金厂也借过，袜子厂那些也借过吧，以前差不多什么厂都借过的话，感觉那些工资有点低吧，那些工资什么都不到位，然后就想换一个厂来试试什么的，就一直就这样换厂都玩了5-6年，然后基本上都到最后对那些厂已经失望了。人家在我老家人家都比了，人家说你今年出去外面一年赚了5万块还是赚了10万块，人家都比了，但是你一年拿2万块钱人家会取笑你的，说你拿2万块钱或者拿3万块钱会取笑你的，但是我一般在家里我都不会说拿多少钱回来的。
打死我都不可能进厂，这辈子是不可能进厂的。要现在吧，我的话就感觉吧，我爸妈有这个年纪了，都还在工厂里面上班，但我的日子我不想跟他们一样。你今天你说你拿100万给我去顶你坐牢，我得去啊！我也许我这一辈子我都挣不到100万了。我以前的话有一种习惯也是这样的，一喝了酒就喜欢站在最高的人顶上面，只是站在上面，但是从不眨眼。就是那种啊，有一块砖嘛，在那拦着嘛，你就站在上面拿着一瓶酒，就站在上面一直走着唱歌，好，但其实也挺好的，感觉上面的风特别凉快，就不知道他们风一用力吹，自己掉下去会是什么感觉？你感觉会是什么感觉？也许我感觉，等你有感觉的时候，也许你已经不存在。现在的话，打工是工资太低了，又不想打工。回来的话，这两年的话，在工地里面赚了一点钱吧。现在的话，自己种了一个鱼塘，现在还有一点点小生意吧，也不是很好，还可以维持生活吧。养活还是不是很养活的，还看几后年几年吧，看一下情况，如果好的话还就不去打工，做不好的话就去打工吧，这个说不定的。我他们去就在贵阳花果园那些整个摊位烤烧烤，那个一个车完就可以了嘛，那个又不需要多少资金，回本快嘛。现在的目标是养鸡吗？养斗鸡吗？在斗鸡在我们这边的话，还比较可以的，一只它可以卖个30-40块钱。回来，本来呢家里面的大人那个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准备在家里面搬一搬什么的，就是说有些时候帮他们种种香蕉啊什么的，干干农活啊什么的。除了种香蕉以外，还有一点点甘蔗，也那个收入也不怎么好，那个甘蔗反正一次都没有卖的，基本现在都还没结果。有的倒是结了，但是卖的都是可以了，但是现在价钱不太合适就没去卖的。种那些也偶尔可以在那些晚上销售啊什么。我看到有些人还是销售的挺火的，所以自己也想去尝试一下呀。就准备在我自己的家乡这里嘛，因为在家里面就是那些土地啊，那山林那些都是比较容易一点嘛，因为到外面去都是要租的，那些经费啊，真的是耕子创业，然后资金也没有多少的。现在想拍这些视频嘛，就是为之后的那个养殖的销售做一点铺垫。我是想是做美发，因为我感觉我自己吹发也挺可以的嘛，只是剪发我是不会的，我是没剪过。但是吹发型的话，我感觉还可以，所以我打算去学一下美发啊那些。想换新的城市去工作，认识新的朋友，想找一个新的环境。我认识那些卖手机的老板，他们说我的口才各方面，也算是个半个人才，进厂浪费了。我也想明年，今年过完年吧，明年去做销售，换个大的城市。我想去学打碟。感觉好气派啊，站在那里，站在那中间，然后打碟，一自己一脚下面的人都有钱，然后又是非主流，发型又帅，肯定那时候不缺女朋友，我感觉。有的时候呢，还是自己要逼一下自己才知道，所以我还是，反正，也就想当个网络红人吧，然后靠一下直播啊这些，然后。打工是不可能打一辈子的，
我已单身20年，退出江湖已3年，做人不能太攀比，如果非要比一比，凤舞九天送给你。想了想，把这个课程完下去，也可能我会成为一个100万网红。回家嘛，回家去拍一下，家里面又不用租房子，在外面消费很高，是不是？然后就跑回家去开直播玩快手。那时候我在我们镇雄，那个人气算是最高的一个吧。反正每天嘛，都有人来私信说啊，你们已经火了。残血家族，是被你带火的这些，很多人都这样说。那时候我一场直播有3-4千，有很多人都跑过来跟我一起拍视频这些。啊，刚开始的那段，拍了一个作品，然后上了那个大热门，一个好像80多万的播放量，然后那个粉也涨得特别快，一个作品达到500多万播放量，就是一天的时间涨了6万的粉，然后就开始的慢慢就玩起来。每天跳的那个汗水全部都是滴的，有很多人说我们啊，很多人看我们很赚钱，可是他看不到我们啊后面的辛酸，是不是？我们每天那个衣服已经跳得很湿了，很累，还有那个浑身的痛，手也痛，浑身痛，一痛就是2-3天，还要坚持每天都开直播。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会跳舞，因为那样把那个人气做上去嘛，然后跳舞的肯定会跳，从7点半跳到12点，到凌晨到5点的时候，那人直播间的人都快睡了，然后我们就会下直播。那段时间确实是很辛苦的，就是反正每天就是一醒来第一件事情，化着化妆，吹着吹头发，然后吹好大家就在一起拿着自拍杆，然后提着音箱，然后就在一起拍。可能2008年玩杀马特的人是喜欢去玩，但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吧，我们想把它呈现给快手，然后是呈现给快手，展现一个艺术品。因为像现在就到现在吧，就是现在2018年嘛，你看那些玩杀马特的，有几个是真的玩，要带着假发出去去大街上恶搞这样的杀马特，对我来说看着谁都讨厌，对吧？迫于那个上班的压力嘛，不是上班，不是说每个地方，应该说是98%以上的厂，像我们要是如果染个这种头发或者是什么样的头发，他是不会让你进去的。假如他不喜欢的话，他买假发来干啥，是吧？然后我也非常欣赏他们，他们玩假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杀马特重逢，是吧？重逢，然后复兴，是吧？只要是到时间上班了，都没时间起来吹的，所以我才买那个假头发来戴。只要你不用拿杀马特这个名声是乱搞是恶搞这些就好。无论你是真心去玩杀马特的话，无论你是戴假发的，你这样子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假发与真发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家族还在，那么多人是不是？聚在一起开心的聊天，因为之前的人嘛都解散了，所以说现在玩起来的话，其实也像让别人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起玩，就这个意思哈。因为最近的话，我玩快手，然后看快手上很多障碍的，然后又勾起了我对以前长头发的那些回忆，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头发过来戴上，然后找一找那种感觉吧，找一找以前那种感觉。就是在2018的时候，就是进场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难过特别的就是
就是说那种思念啊，然后那些就是伤心难过的时候就没什么，就感觉前途一片迷茫，就不知干什么，然后就说突然间发现他们跳着假发玩得挺开心的，然后我就说我就想着，然后就去网上买了个假发。障碍是可以让人回到就是小时候那些开心和快乐那些事情。从我戴上了障碍这个假发以后，我觉得我变了一个人似的。就以前有很多烦恼，每天都在想那些，我戴上了这个假发以后，我就是每天都去努力想那些段子和拍那些段子，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其实有时候我们搞得疯疯癫癫的，也就想为逗大家开心，开开心心的也挺好。在网上的话，有时候人家会说我们是神经病啊，250啊，但我感觉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心情不好，你来看我们，然后我们中方卖啥的逗你开心也是挺好的。因为他们就是看你玩得越疯，就打个比方嘛，你穿件特别好的衣服去，他看你在地上打滚把衣服弄脏了，他就越开心。他看你就是穿得越帅，然后去找到你的女朋友，他就不开心。打个比方玩水泥，我们一起玩水泥，他看你撒的水泥越多，看你越浪费，看你越拼，跳河呢，什么哎呀搞水泥呢，就是抹头发呢，画脸呢，搞得越像那种人不人鬼不鬼那样，他越开心。我们去拍段子的时候，就是那个水泥，也会特地去买包水泥来，然后撒地上，你搞得鼻子里面也是，嘴巴里面也是，那全身上下都是，那也是去河里面洗了出来以后，那回到家里面，那有的时候对皮肤不好的，大家都会痛，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嘛，看到你跳舞，很好看，搞笑，这些，人家感觉很稀奇，看到你跳舞又很辛苦，然后就给你刷礼物。我那些朋友嘛，跟我在一起。所有的那些直播那些钱全部都是平分给他们的，就这个道理。他们一天跟我一起，一个月有上万的收入。不说多的吗？一天几十块钱吗？想刷的时候就刷，这也不存在，反正人家也不容易嘛。我一般都不给别的人刷，一般都是玩杀马特的、非主流的。还有障碍家族的，我只给这三个种族家族，然后就是一直给他们刷礼物，最多的一次在一个月内用去了5000块钱。有时候想方设法就要去借朋友那里借一点钱，然后充刷点给他，刷一些留他穿一件，只要能看到直播，我就想方设法去借，刷一点给他用。人家他就是跟别人 PK 的时候，我觉得我作为家族一成员，我不希望他看到我们家族人被欺负，我就想帮他一把，哪怕我这个月我没挣到多少钱，我给他刷个40-50-100多，我尽我最小的一份力量去帮他。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是吧？他在做复兴家族的事情。我能帮多少，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他。有时候就说，我让你们使劲嗨，我使你嗨，就给你扔特效，然后他们一刷，然后我们就在那，反正为了赚钱嘛，赚钱都是苦的，然后就一直跳，一直嗨。然后有些人就把我们当猴子来看了。那段时间火的那段时间，经常有人说来看猴了，来看猴了。有些人就说看猴要投香蕉，然后就送礼物。有时候是小丑，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开心就好。然后想想自己的父母也挺辛苦的，就是好把玩乐玩好了，然后赚钱，他们也不用这么辛苦的上班。这些像安小姐他们的话，他们会活的话，他们都不上班了，因为上班他们感觉都不喜欢，对不对？都感觉很累。他们干那个直播，只是在直播就是聊一下说一下话，那些就可以挣点钱。那像我们就不同了。像我们说啊，现在粉丝比较少了，就要在公司里面拼命啊，奋斗啊，
在下班的时候再下班的时候再开一下直播玩一下，就这样。我只有一个人，我身边连玩杀马特的朋友都没有，所以的话我不把这个当成什么很大的理想，只是就像我发了一个作品，我是说希望直播的时候能搞到一份泡面钱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意思。但说靠直播维持生计一辈子的话我都没这么想，但我就是想如果我直播还有就算还有一个人支持我，还有一个人跟我刷礼物，我都要坚持下去，我是这么想的。那段时间快手官方在整顿的那段时间，整顿那段时间让我们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有拍作品，然后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事情忙完以后，然后我们就开直播，突然间就没有人点进来，然后我们就用手机搜索这个快手的 ID 号，然后搜索不了，名字也搜索不了，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给官方咨询，咨询了之后我们这个号在广场上跳过舞然后对社会造成危害，然后我们跳舞我们是在广场上去直播一次，但是没有经常去，就是我们都是在家里面我们呢就是跳跳舞然后逗大家开心但是突然间给我们放了，我们都找不了这样的原因。他们大号被封了之后，我们几个人的小号加在一起，女孩子还没有分，只分男孩子的话，有时候几十块，有时候一百，反正就一下子收入降低了很多。从那年起，他们也没有信心了，就开始懒惰，就开始放弃的感觉了。然后从那年起的话，就走着走，散着散，就这样散开了。然后后来我们粉丝个个都走了。然后感觉吧，也赚不了钱，跟我一起干嘛呢？是不是？他们就又回到从前嘛，每个人都去打工去了，就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嘛。我现在的话，我就是想说明年的话，我也要像他们一样，说白天工作，晚上直播，这样两份双收入，挺好。来打工的人基本上所有人都出去外面打工，不会说待在家里，因为他们坚信着一句话，就是困难困难，困在家里肯定困难，出路出路，走出去就有路。农村人可能会觉得城里人跟我们是一样，而城里人的人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跟我农村人跟我们是不一样。城里人肯定不会说玩农村人玩过的东西，农村人肯定会玩农村人玩的东西，也会玩城里面的东西。城里面的东西有些东西玩不了就不玩，就不如直接玩农村里的东西。所以更多的都是农村的人玩，城里的人可能会比较少，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很土。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嘛。那杀马特的话，可能只能追求杀马特。也他没有其他东西他追求不了，房啊车太遥远了，有背景的还好一点，没有什么背景的或者是老一辈父一辈没有给他打下基础的，现在这个社会比方说现在来我比方说我现在出门或者在那个年代出门，感觉就是第一时间我居然想到的是进厂，我发现所有人跟我想的想法都是一样，
我们出来干嘛？进厂啊？难道没有别的了吗？没有别的了，你只有这个选择。我发现就一个选择了。对呀、啊。那单这个选择的话，你肯定会觉得很无聊嘛，肯定会找一些有趣的东西。头发就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对呀、啊，你没有其他更有趣的东西啊，玩车玩什么之类的，你玩不起啊，那我只能玩头发，是吧？只要这个社会，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的，他就一定会有被淘汰也好，被伤害的人也好，被尊重的人也好。对，农村不会消失，除非农村消失了，教育可能更好了，个个都上过大学了，他可能会消失，说不定也不会消失。对，说不定他会离，那时可能杀马特会以另外一种生，比如说方式生存也不一定，是吧？像南方夏天一样漫长。从小的时候，我只和我奶奶在家，老爸老妈都出去打工了。我看我从三岁，我和老爸老妈就出去安徽了。然后我从三岁一直跟我奶奶生活。听我老妈说，她是我两三岁的时候就出去了。然后的确就是5、6年吧，回来的时候，过年小时候反正对他们都没什么记忆的，没什么印象，从小就跟爷爷奶奶长大，跟我奶奶嘛，那时候家里面还比较多的，比如说我姑父的那些儿子也在我家住的，7、8个，表哥表弟这些，他们的爷爷奶奶死得早嘛，就放我家里面，我奶奶养嘛，就这样。一个人养一大堆，洗衣服那些都是好大堆，我奶奶洗的呀。小时候，到了5年级的时候，我老妈就回来了嘛。然后我老爸也到我读初二的时候，我奶奶生病，他也回来了。那时候我老爸也回来的时候也对我比较严厉吧。他回来那时候我也是不听话，那时候他知道我抽烟了吧，他就打我，用那个衣架，木的那种衣架，打断好几个。之后我就跑了，一气之下就跑了。那时候我还有一把砍刀放在床那里，然后我就拿着砍刀，他以为我要砍他，我说我不砍你，我走了。包括现在跟我老爸都不说，是不怎么说话了，跟我老妈偶尔说一点家常那些，跟我老爸聊不到一块。我小时候就是那个我老爸在外面做生意，我老爸老妈都在外地，就是叫我一个亲姑妈把我带大的。5岁了，他们出来打工，然后每天都回家的嘛。然后他们就是，然后2014年在家待过1年，他们在家种地啊，养猪啊什么的。我记得我十岁的时候吧，他们就出去了，然后后面就感觉读书也没想读，然后就十二岁的时候就出来了。差不多5、6岁吧，我就去我姑姑家，反正就是我老爸老妈也就出来打工啊，家里面就我两个奶奶还有一个妹妹就在家里呢，我们都是打钱回去养他们的。老爸老妈出来打工，有时候很想他们，有时候自己爸爸妈妈都不回家过年的时候，感觉别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然后就好想念他们，就是哭。以前小的就这样子，每个人都是差不多的。直接这么说吧，没说有人管我们又没有，说没有人管我们还是有人管的。那时候真的说实话，很伤心的想起来都是。那时候2009年的时候，旁边的家里面还是种地的嘛，就比如我们去搬家插稻谷呀，
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也很勤快，然后别人很喜欢我们了，就喜欢叫我们去帮他们干活，然后一天就25块钱一天，然后就这样慢慢日积月累，然后我去打工的钱就是为了初中有生活费，那时候上初中啊，生活费都是我们自己去赚的，然后我到考试了没交完学费，然后老师就说你的不可以考试，回去问你老爸老妈交完学费再过来考试，就这样子。那时候我才7岁，我小弟才5岁，我去要了差不多2个星期的饭，然后我吃昏了，我都没敢吃，都是给我小弟吃的，然后嘛我都昏在地下了，然后等我知道我都已经在医院里面，然后那时候才看见父母，然后自己心里面都很难受，就像那些事，以前小时候快乐的事已经都忘掉了，就是那件事像颗钉子一样插在自己心里面，什么都想忘记都忘不了。我父亲的话是常年不在身边，甚至有时候在记忆中父亲的形象就有点模糊了，对，迷迷糊糊的还记得他年轻的样子。然后的话，因为当时我很怕把自己的父亲的手机号码给忘掉嘛，对，我有时候还会在手上写1382554，反正这一串数字的话我是记得特别清楚，我觉得这个号码就是有一种可以求助的，对，唯一能帮到我的就是这个号码，打给我父亲的话通常都是没有接，对，他不接，因为通常我们，因为在我父亲的印象中，我们打电话通常第一反应就是家里没钱了又要寄钱回去了，对，这个号码对我后面的影响就是，因为我记得最清楚的数字就是这一串，对，就是我父亲的手机号码，我甚至把它当做了我的所有的，就是不管是 APP 那些软件啊，银行卡啊等等，都是用这一串数字来做密码，因为我只记得这一串数字。好像我的头发像空军一样带我留水线。